男朋友不是来接你吃饭吗？怎么还没有来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没有，他今天要应征工作啊，不知道现在结果怎么样了。不过我想他八成又玩手机，玩到忘记时间吧。我男朋友真的很夸张哎，他可以玩手机一直玩一直玩，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麦当劳动了。然后旁边发生什么事情都可能跟他没关系，超厉害的。真的很夸张，他都不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吗？习惯喽。啊啦！喂，阿恒，你面试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你还打电话给我？不要一直玩手机，认真点。记得面试完之后来找我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再见。喂，喂。面试应该早结束啦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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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吧，我打一次，如果这通再不通，我就回家了。嗯。你干嘛？吓死人了！电池，电池掉。嗯。我快过关的时候，手机没电了。哦，真是哦。真是很夸张哎，这玩手机，你知道在等你很久了吗？对，面试怎么样了？薪水、工作都谈妥了吗？顺利吗？你为什么被老板骗都还不知道？我想应该没有上吧。哈？应该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太投入玩手机，忘记我还在面试。啊！因为很夸张，不想理你。小芬。